具有白色的外观及清新现代的内部装潢。悦木餐厅是30多年老店的老灶餐厅，新开在湾仔的分店，料理如同以往，提供的是正宗的越南料理。店里的招牌料理生牛肉河粉，汤头是用牛骨下去熬煮，喝起来相当浓郁。特别的是，生牛肉是另外上桌，顾客可以用小汤锅穿烫成自己喜欢的熟度，再跟着河粉一起入口。软嫩的牛肉和河粉的组合让人回味无穷。想要来一碗道地的生牛肉河粉，来到湾仔地区可以在悦木餐厅一尝美味。